其实啊，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请这个病人转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外科主任，应该最清楚了。这一次胸腔外科手术要多少花费？何况他现在连7000多块钱都交不出来。我不同意，病人要紧。他现在在内科，还不是你的病人呢。不是已经证实是肺脓疡了吗？目前只是推断，要证实的话还要进一步的检验。那 X 光总该照过了吧？他刚进医院的时候我们照过，那个时候是肺炎。院长，这个开始不必张罗，把他转到市立医院去，他可以向社会局申请救济，不必要我们医院来负担他的费用。我们开了医院，不是贸易公司，不能只谈费用。对，我们开的是私人医院，我们不是慈善救济中心呢，我们不能不讲究成本开销啊。何况他现在也没有家属给他签字，我不要负这个责任。院长，你叫我院长，那就由我来决定，就这样办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下个开始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谈了。哎，华伟，哎，华伟，今天是怎么了嘛？我怎么了？你不去问你舅舅，他怎么了？哎，医院是他开的，当初你来的时候我也告诉过你他的个性，他适合做生意，不适合开医院。哎，医院也是一种企业嘛。哎，那必须是良心企业。哎，老同学该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辞职不干吧？再这样下去，那可说不定。哎，不要忘了今天下午还有门诊呢。我知道，我出去走走，顺便买点东西。哦，今天淑媛生日，你要帮她买生日礼物啊？那也不一定，随便逛逛的。哎，你帮我跟她祝贺一下，祝她生日快乐。布置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反正是你们的场面嘛，只要你们喜欢就好。妈啊，订餐订好了没？昨天就订好了。华伟什么时候来？晚饭以前。你过来一下，妈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啊妈？好像蛮严重的。妈考虑了很久，我想还是今天晚上宣布最合适的。宣布什么？你今天是几岁的生日？26。是啊，都26了。你是一心一意想嫁给华伟的，对不对？妈，你还要回答这个问题啊？这不就对了？妈想啊，今天晚上就宣布你跟华伟两个人订婚。合适吗？只要你同意就合适了。可是华伟他不知道，心理上没有准备。我存心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呀、啊！我要付一张生日卡片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赠送。谢谢你。走了，我要回去值班了。我什么时候出院？至少现在不行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我也被他们搞糊涂了，一下子说要开刀，一下子又说要转院。开刀？病很重吗？不会啦，你安心休养，我下了班再来看你。
玉霞，谢谢你。就是这一间，你们呢自己进来看一看啊。我们就睡这里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两个大男人呢、啊，睡在一块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房租多少钱？一个月5000，连水电费，不过不可以用电炉。为什么？哎，电炉费电啊。那厕所跟浴室呢？哦，就在那边，大家公用。不过你们要节省一点用水啊。今天下午门诊比较多。哎呀，糟了！是不是啊？我忘了你的生日礼物了。哎呀，人来就好了，谁在乎礼物？哎呀，没关系嘛，本来你外婆送，我都收了。我已经买好了，放在办公室忘了带来了。我现在赶回去拿，一定会喜欢的。自助餐马上开始了。开车来回要不了多久的，很快回来。不要开太快了，路上下雪了。你这个白马王子怎么刚来就走了？他忘了生日礼物。是内科护理长，是的，他就是肺炎恶化成肺脓疡的人，是的，罗主任，我听我说，他不转院，可是这是院长交代的，我不管谁交代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他是我的病人，一切由我做主，由我决定。可是他是内科，不要跟我辩。如果他从肺炎恶化成肺脓疡，那就要动胸腔手术，那就是我的事了。我现在告诉你。你给我仔细听清楚。是。第一，立刻带他去照 X 光片，正面侧面都要照。第二，马上通知王主任，我要他立刻跟我会诊。第三，通知手术房准备胸腔手术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你。谢谢你。我在办公室等看 X 光片。是，王主任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他得办手续，可是他在台北没有亲属啊。一切由我负责。
他除了身材上马力能不能之外呀、啊、身外毫无一处。对对对对，尤其他的嗓音啊，简直是一无是处。怎么说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叫他另外找个制作人好不好？鹅主任 ，X 光片。通知王主任了没有？他说马上过来。你来看看，这张片子怎么样？嗯，错不了，是肺脓疡。如果不赶快开刀的话，会迅速感染到另外一块肺叶。嗯，没想到院长还逼人家转院。院长就有这个毛病。我的毛病怎么样了？啊？除了太在乎钱以外，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。你到底是什么打算呢？立刻为他开刀。连明天都不能等啊！如果再拖下去，只怕连这一片肺叶都要切除了。好吧，我同意你开刀。药费怎么办？我替他想办法。还有，这开胸腔是大手术，要经过他家属的同意和签字。我替他签，我负责。哦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勉强算是朋友吧。朋友？啊，有你这种朋友的人，也够幸运了。哦，对，华伟。我提醒一件事啊，什么事？你现在每个月的薪水要扣20000块钱寄到南部去，这是上次你替别人垫的医药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你现在每个月还有多少薪水好扣啊？这一次不必扣薪水，我替他付现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你呀、啊，你以后千万不能自己开业，否则的话，连医院都叫你给赔光。通知血库准备血浆，不够的话赶快去买，叫手术房准备好，我马上来。好，我服了你啊。你是叶一峰的朋友？哎，我们认识不久哎。我看得出来你很关心他，不过现在你可以放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因为这个手术很费时，恐怕要3-4个钟头。哦，罗主任呢、啊？他到底什么病啊？什么叫做肺脓疡啊？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因为肺炎恶化。变成肺叶上面长脓穿洞，要把那部分给割掉。有那么危险呢、啊、不会，不会有危险。可是罗主任，你放心回去好了，对我们这位留学过美国的罗主任来说，这是一个小手术。哦，进去很久了耶。我知道，在开刀以前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，你先回去吧，放心的把它交给我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子再走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谢谢，谢谢啊。Thank you.
间呢，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妹妹的生日舞会。现在舞会即将开始，照理说应该由淑媛和她那位白马王子开舞，可是呢，那位男主角啊，现在在医院有个紧急手术，目前没有办法赶来，所以由我来暂时代替，各位同意吗？谢谢各位，现在我们舞会开始。担心华北不来，不是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我是担心他在路上会不会开车出了什么事啊？别操心，华北特别稳重，尤其是开车，他连蚂蚁都怕压了。我想去医院看看。你是今天的女主人，也是女主角，你怎么能离开呢？我去换件衣服，你就回来，你替我招呼一下客人。是吗？请问你，外科罗主任是不是在手术房？对，正在开刀。我能不能跟他讲几句话？他正在动手术，这怎么行呢？那能不能请问你，这手术还要多久？最快也要两三个钟头。这么久啊？你要等他的话，可以在外面等。我不能等了，请你转告他，我叫范淑媛，是他的朋友，请他手术完给我电话，我在家里等他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淑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去过医院，华为有一个胸腔大手术，正在手术房里。他事先提都没提呀、啊，是临时发生的。如果他不回去拿礼物，妈，你让我进一进。还没回去啊？罗主任，叶小姐呢？她已经从手术房转到加护病房去了。加护病房啊？大手术以后呢，都要在加护病房观察两天。你放心，手术很顺利。哎，你安心的回去吧，今天你是见不到她了。啊？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看你是累坏了。去休息吧，总算救回了一条命。
现在几点？7:05。我睡了这么久了，谢谢你。喂，哎呦，华伟呀，他等你一个晚上了，你怎么现在打来？他现在恐怕还在睡觉、哦、生气我看是难免的。嗯，不过我了解他，他大概睡一觉吧就会雨过天晴了。嗯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拜拜。想不到你这么早来。你可以想象，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。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昨天晚上的难堪都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抱歉。华伟，我只是不明白。你可以不明白。可是，淑媛，你必须要谅解我。我是个医生，我的职业跟别人不一样。你至少可以给我一通电话。我给你打过电话，在我进手术房以前。可是你家的电话一直在占线。那手术以后呢？难道就没有人告诉你我去医院找过你？一个护士跟我提了一下，我当时正在忙。手术以后呢，我太累了，坐椅子上就睡着了。一大清早，老远的跑来，就是为了听我解释？不是。我是来看你的。华伟，我一年只过一次生日，我知道你能给我机会让我补偿你吗？怎么补偿？比方说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找一家很高雅的西餐厅，点上蜡烛，为你开瓶香槟。就我们两个？除非你希望有电灯泡。当然不希望。那就我们两个。
吃完饭之后我们去跳舞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接受。来，吃粽子，还有四神汤。吃啊！你小文哥，你吃过了？吃过了。小文哥，最近这两天看你心情不好，有什么心事吗？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？我也去找过工作，人家不用我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工作。嗯，台北人也不是这么好混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什么工作都要做。嗯，我真想回南部算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样回去还有面子吗？没有啦，随便跟你说一说，你不要紧张嘛。从明天开始继续找工作，不准再看漫画书。曼云，是你啊，吓了我一跳。难得你还在家里。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在家。我要上楼去了。曼云，我有话跟你谈谈。我累了。哎，曼云，不差这么一点时间吗？我真的有话跟你谈谈。你还能谈什么？谈生意不能谈，叫你去应酬你又觉得委屈，我只有自己去了。所以我喝了不少酒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想彻底跟你谈谈。不必了。曼云，让开。曼云，我真的想跟你谈谈嘛。让开。曼云，你听我说嘛。昆山，曼云她累了，让她早点休息吧。爸，她明明知道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等她回来，可是他偏偏故意晚回来，故意去应酬，故意喝多酒。昆山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让开。曼玉，你没事吧？我很好。嗯，曼玉，你得原谅他。这几天昆山也努力地想做好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我明白。爸，总得给我点时间。曼玉，别误会，我并没有逼你什么呢。爸，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地位，我是林家的媳妇儿，除了经营林家的事业，我另外还有责任。曼玉，如果我有个孙子，我想我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空虚了。曼玉，我知道委屈你了。
我答应过的事，我会永远记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。曼云，你手艺真不错哎。我只会这几样。曼云，今天真是冰河启动，太阳把冰山都融化了，春天终于来了。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，反正我敬你。曼云，酒不要喝这么急，会醉的。醉有什么不好？你想醉啊？醉了，可以减少自己的痛苦。你在痛苦什么？还要我说出来吗？来，干了。永远这样对我。做人不要这么贪心，有这么一次就应该感谢上帝了。感谢上帝。曼云，你喝多了，我扶你过去。现在还没起床，要不要叫他？不要叫，不要打扰，都是。那他也今天不上班了？哎，你动手，反正他今儿放假。看什么？该起床了。曼云，你昨天晚上对我真好。什么昨天晚上？不要胡说，把手拿开。曼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又变了一个人？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不要以为以后还有这种事情。曼云，我真不了解你。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过我。曼云，走开，我上班要迟到。车子维持保养得很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板，你出多少钱？现在二手车的市场很不好，
我可不要听你诉苦啊，我做事一向很干脆，当初这部车呢也是我跟你买的，才开了半年多。我知道，哎，我两点钟还查病房。好吧，十二万。你开玩笑吗？我打电话问过，现在的行情，这部车值16-7万，我猜要你15万。罗主任，现在市场很不景气。15万，不行的话，我找别家。好吧，15万就15万。罗主任，我这做的可是交情买卖。下次你再买车啊，还是要找我。好吧，等我查完病房，我来办手续。脉搏不稳，血压还是偏低。我另外再给你加药。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伤口好痛哦。那是一定的，胸口开了这么大条口子，麻药过了当然会痛了。不过止痛针也不能多打，打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我能。你什么都不要操心，一切有我。明天如果一切正常，就可以转回一般病房5分熟，蔬菜浓汤。请问两位用点什么饮料？来瓶香槟。是，马上来。我们先喝香槟，牛排晚点上。是。华伟，你刚才只说了一半。什么一半？你那个女病人后来呢？啊，后来当然只有开刀了。这种病绝对不能拖的，要不然脓疡恶化，恐怕要切除整个肺叶了。这就是你昨天晚上一去不回的理由？不是理由，是事实。好，我接受这个事实。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？叶一凤。你曾经在车上见过他？对，我记得，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而且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。不错，我有同感。所以你宁愿把车卖了，替她垫医药费？她一个人在台北举目无亲，总得有个人帮她。人不亲土亲嘛。要用钱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我不习惯这么做。先生，现在开吗？冰度够了就开。华伟，你有没有拿我跟他比较过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呢？我为什么拿你们两个放在一块比呢？嗯，没什么，我只是问一问，别认真。我看你啊，把事情想偏了。
是你在认真呢。淑颜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医院大概有急事要找我，对不起，我打个电话。糟糕了，淑颜，我……你要赶回医院去。是叶一凤。对，我很抱歉，病人情况很不好，血压下降，脉搏加快，有点要休克的样子。医院还有别的医生啊？他是我的病人，我动了手术，我是主治医师。难道医生就不该有私生活？当然该有，可是你总不希望我做一个不尽职的医生吧？淑颜，请你谅解我，我必须要赶回去。我当然谅解，你快走吧。那你呢？你估计多久可以回来？那就难说了，万一要动第二次手术的话，至少要三四个钟头。你放心吧，我坐一坐自己会回去。淑颜，真的很抱歉。不必再抱歉了，抱歉也于事无补，你快走吧。第二次刀，什么工作？什么工作都有，只要你们肯做。哎，你们从南部上来吧？对。你们懂不懂规矩啊？什么规矩？我安排工作，我要抽一份。这个我们懂了。好，你们在这里等，有工作的话我会通知你们。嗯。两位哥。我看我们做临时工也不是办法，不要怕，这刚开始要先人吃苦，等把台北环境摸索以后啊，我们再看吧。进不去，一天多少钱？800，我收150。小威哥，那我们只剩下650哎。哎，谁傻？到底去不去啊？去。